不摘月亮，我要它永远高悬天上，皎洁流放。是张子涵在剧中饰演周子舒。请问阿旭的语气说什么？请问海山怀孕的理由？阿旭不会强迫你们吧？但你们看了才会理解。我要写诗给他，不要求送达，他可以借很多人的鲜花，不必无限。他抹了，他抹了。他也能自在去漫步月球上，别去对号入座，谁爱将真实灵魂蒸发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周子舒就是我，这四个月我就是周子舒，这是我拍戏拍过我觉得很难熬的一个，我付出了很多啊，包括也很用心。我在四个月的时候享受这种孤独，在播出的时候就与你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产生了一种某种特殊的联系。想叫什么就叫什么，比较怜爱吧，开心就好。我觉得周子舒这个角色是比较让我受伤的。角色已经演完了，然后我也要好好的对待我的下个角色。四个月里，我已经对阿旭很负责了，就是把我的这个情感来回拉扯，其实是一个很不管你是痛苦的过程。可能今天结束了，我就是作为。我知道我值得，但是很多人也值得。那当你被认可的时候，同时我觉得压力是更大的。其实我觉得被别人一直说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就觉得这份爱然后很沉重，被困住了，然后自己有点像一只囚鸟。所有台上的人演大梦一场，所有台下的人请拍手叫好。聚光灯下一举一动可能都被别人解读，你会因此变得谨慎。不想给大家或者不想给工作人员带来过多的麻烦，下次可能就不会这么温柔。粉丝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？我觉得粉丝有的时候很像知己，就是他会很懂你，是一个不会错过你任何细节的，时刻提醒你继续去追梦，继续去热爱生活。不，我很感谢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陪着我走的粉丝，我觉得是他们的支持和认可。我的粉丝特别牛逼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拼尽全力，他们的存在让我感觉我身后是有一股力量去推着我前进，让我成为更好的人，更优秀的人。我是个演员，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我的角色服务。我需要向前冲，我需要继续努力，需要继续奋斗，这样只有我再继续前进，然后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动力，让大家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其实你出道也有很多年嘛，你怎么看待火不火这件事情？真诚。